蜘蛛蟹啊、Spider crab， 那你去拿一个去，这次。家人吗？家人。蜘蛛蟹当然家人了。蜘蛛蟹就这么脏啊？蜘蛛蟹大的当然不会这么脏的，姑妈。反正人家卖的呢，餐馆里是卖的吃的。对，你们昨天我们点的没有，没有点的那里面。那蜥蜴这些东西应该没事吧？你天天装的太小了，这么干净，真是。那只完全不像刚才。那是石蟹，那是 rock crab， 这是 spider crab。干净的一看。是吧，琪琪？嗯。那只是在餐馆里被洗过很多遍了。就你化妆的那只。对啊，那只是被在餐馆里洗过很多遍，放进去。琪琪，看这里，琪琪，看这。那它这个头上这自己长出来的东西啊？不知道。嗯。你每个头上都有。哎，恭喜。Jason， 来转过来，看看你钓的螃蟹，拿一只要不要？至少踩上一只，用脚踩住一只去。Jason， 把它扔过去吧，Jason， 把它踢过去吧。Jason， 出去，出去，出去。抱紧爸爸。又怎么了？This one is. All them, just throw them back to the water, Jason. 小心啊，它的钳子会反过来夹的，你快点扔，夹着往回一扔，快。OK， 再来扔。正常就玩嘛，看你还是钓到了很多，也不小了，其实。像母，而且像母的，看它的壳像是圆的。使劲扔，快扔！翻过来，你看，像这。哎，这个是个头。这是母的，这。不管公的母的都扔回去。扔了，扔了，看着太恐怖了，像是中了河不是。像癞蛤蟆似的，对我看见他们一下钓的都是这玩意儿。对，没错，我也想进来。哎呦！好了。哎呀，你这好，我们钓到好多螃蟹。那琪琪不管，琪琪说我就吃。太脏。那地方有洗手的地方。哼哼。